缘起法，缘所生法，这个法是释迦如来所发现的，但是这条路不是佛陀所创造、佛陀所做的啊，这是古仙人道，过去一切之佛啊，就有的了，一向是如此的，法尔如是，如是法性、法智、法界啊。那么这一部经，哈、哦，我们再看，啊，我们佛陀啊，世尊告诉比丘啊，现在啊，想到我以寿命未成正觉时，独依净处专精禅师做事念，何法有故劳时有？何法缘故？劳时有啊，那么就是在谈到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体悟了真理，而后说法度众生啊，这是所有的佛弟子们啊，大家公认的啊。可是我们也常常啊听说佛陀在菩提树下体悟真理啦，见到什么证得什么啊，我们一向是这样的了解啊，听人家这么说，也有经典这么记载，其哉其哉，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性啊，但你妄想执着故不能证得。那就是说佛陀悟了什么？悟到我们这个佛性，悟到人人心中有个如来啊，悟到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是佛？我们为什么变成业障深重、烦恼重重的凡夫啊？课程所染啊，因为我们的颠倒妄想，不被这些这个这个课程啊妄想执着，所以不能成佛，不能见佛啊，不能体悟真理。那么这里我们根据佛陀的根本圣典啊，佛陀啊在经里面告诉各位比丘啊，我释迦世尊啊，在没有成正觉的时候，还没堕业堕明心而悟道之前啊，独依净处，住集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静静的，在一个地方，在那边专精禅师啊，在思考什么啊？思考什么？做事念，怎么想？为什么会有老，会有死？人啊，所有的人，不管啊王公贵族，不管一般啊老百姓，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，有钱的没有钱的，大家都要老，都要死啊。何法有故劳时有？何法缘故劳时有？这样的思维
只有这样正思维，如理的思维，正思维就产生了如实无间等。如实我们常看到啊，无间等，等无间，哦，就是一个人，我们一天到晚这个胡思乱想、起心动念，哦，都是一个烦恼。我们就是啊，不没有强烈的烦恼，也有维系的烦恼，哦，总是被这个啊，我们在深入常生活之中啊，就被这些烦恼打扰啊。那么当悟啊，体悟真理，见了法，生了如实无间等，种种烦恼不再起了。哦，你有没有贪嗔痴？你有没有贪嗔痴？没有，是这个你在专心在听法的时候，没有起贪嗔痴。其实潜在的维系的还是存在的，并没有解决，偶尔是潜伏的，哦，没有明显的看到啊，还是有的。你说我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啊，正定都还没有，只是说啊，这个念念相继，念念相续啊，就念念是佛，心心是佛，这也就是一般的啊，这个真正达到定境都还没有啊，还没有达到初禅二禅以上的境界，只一般我们叫做欲界的一心，能够达到欲界一心的不容易了啊，这个时候还是有妄念的，那么其他的烦恼的存在啊，这被烦恼所间隔啊，使这个正念正道不能念念相续啊，那还就是一般的情形啊。那么因为在思考思维啊，是一定中去思维，我们也常常在思维，我们也常在想，我们为什么苦，我们的命运为什么的苦啊，我们说业障深重啊，我常常说这报障，当你报障苦到来了，你才啊觉得哎呀，我为什么这么苦啊，我们平常并没有发现到业障，只是苦报障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哎呀业障深重。那这时候啊，种种苦恼的苦，食的苦啊，忧悲恼苦，存大苦聚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当他在思维的时候产生了如实无间等，换句话说，真正的智慧啊，真正无漏的现证慧产生了，也就是说，由闻思修啊的有漏慧、加行慧啊，进一步的啊，得到无漏现证慧的真正啊等无间啊无间等的智慧了。原来恼苦、病苦、食苦、生有啦，故恼食有，有恼有食，因为有生，没有生就没有恼食，
所以生缘故老死有啊，因为有生啊，有生就有灭，有哪生的命的存在开始就生老病死啊，那么这样一直推往前推，这个生啊，由于生所有老死啊，为什么会生？往前推，因为有这个有，我们上面解说过了，有三界啊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啊，能够招感三界果报的那一种业，那一种存在，啊，因为有我这个业啊，所以由业感果啊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啊？往前推啊，因为取啊，取又往前有爱，爱就是上面受，受也触，触上面就六入，在上面就名色啊。我们顺着讲是由。名色，名色缘六日，六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又被苦恼，恼苦。这是我们一向顺的这么念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说，从现实的世间，从现实的苦果。往前推，这个也就如同我们佛说啊，四圣地的法门，同样道理啊，因果因果啊，我们现在啊，佛陀讲经说法，不是先讲因或讲果，而有果。而去推因，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果报，没有这个事实啊，没有现实人间的种种苦难，没有这个众生的种种苦，生老病死啊，就所求不得苦啊，恩爱离别苦，无量无边的苦啊，那么我们在讲什么啊？我们的为什么这个讲它的原因啊？那这样的不切实际，人就深深的感到了苦，感觉到问题的严重，我们才要去追究，有问题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穷途末啊，这个末路了啊，这个山穷水尽了，逼到这个时候。那你就要找出路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啊，你有办法了。他们说穷则变，变则通，没有逼到你的这个绝境，哦，你不会去想办法的，哦，你也不会去求解脱啊，哦，如何解脱苦？所以我们说，如果不知苦。啊，你就不会说为什么苦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不去找那原因，啊，你对这苦的解决方法是啊不可能的。所以知道苦才能厌苦，厌苦才进一步的动脑筋，运用你的智慧，啊，去寻找，啊，研究。去找那个苦的原因，失败了，那么失败为成功之母，啊，苦啊，诸苦为入道之门。你若失败，就不可能成功，不
知道苦，你就不会说要去修道，要解脱这个做这个生死苦，这很明显的。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，不是说哎开始就观啊、哦、无明原形行原事，不是这样子，倒着回来，哦，倒回来就是从现实的世间啊，我们知道啊，佛陀为什么啊去出家修行？在王宫里面乐得不得了啊，那享受要什么有什么。哦，由于过去这个帝王的时代，在王宫哪里会感觉到苦？所以有钱人我们常常说啊，公子哥根本不住在人间，这个人间的疾苦。啊，那么现在啊，佛陀出游到外面看一看，散散心，看外面的世界，结果发现了啊，老啊，病啊，死啊，啊，老苦，病苦，死苦，啊，所以哎呀，人间是这么样子啊，看到别人，看到众生的苦，想到自己的苦，我虽然做一个未来国王的王位的继承者，我虽然在这富乐享受之中啊，但是啊，终于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也是免不了劳苦、病苦、死苦。因此啊，佛陀就出了家了。所以佛陀出家不只是为了个人啊，这个痛苦的解脱，生死的解脱，同时想到自己的苦，也就联想到无量无边所有的这个人，全人类所有众生都在老病死的苦之中，所以要找出一条路啊，找他一条解脱之道啊，如何随着众生大家离忧悲苦恼啊，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。所以佛陀啊，在这个菩提树下啊，观缘起，也就是从逆观，从现实啊，从这个果苦果而去追苦果的因，层层的追到名色。那么接着，何法有故名色有？何法缘故名色有？为什么会有名色啊？我们说这个来到这个啊，投胎进去了，一个生命主体已经存在了。什么样的存在会有这样名色的存在？因为什么缘、什么法的缘故，所以会有名色？佛陀即正思维，如实无见等生，产生智慧啊、哦，有修慧，文殊修的智慧啊、哦，如理的观察思维啊，进一步的得到啊无见等的这种智慧啊。原来名色之所以会有，我们的生命啊，生命体能够完成，有这生命的存在，是有故名色有，是缘故名色有啊。这个生命主体因为有事，有投胎的这个事，有人
有这东西进入母胎，所以啊，迟迟的使我们生命不会胎死腹中。哦，说胎死腹中，为什么会胎死腹中？因为是跑掉了。啊、哦，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事，所以才会有名色。啊、哦，我做事思维时，当我这样思维，啊、哦，这样文殊修的时候，得到真正的无漏现正慧。啊，其是而还不能个比，就。推到这里了，啊、哦！从现实的身心一直往前推，啊、哦，推到四，啊、哦，所以由于四的关系，所以有名色，有了名色以后，所以会有完成六根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有六根，有六根以后，啊，面对的六尘才产生这个触，六种触，有触，所以有这个受，来感受感情，苦乐，喜欢不喜欢，由于有受感受到了，有爱。我们说有时候恨呢、啊，恨也是爱，啊，这个爱与恨，啊，在这个佛法来讲，它是一体的，没爱就没有恨，所以这里只说缘受而有爱，不说缘受而有恨，啊，还可以说缘因为啊舒服、喜乐，啊。的感觉，所以产生爱呀、啊，产生贪爱呀、啊。当你啊这个不如意的时候，受到种种逆境的时候，种种挫折的时候，种种苦的时候，你就啊恨呐、啊，嗔呐、啊，嗔恨，其实嗔恨贪爱啊是一样的。缘爱取，因为爱，爱的不得了，哦，你就去追求，你就想办法。如果那个会来，你不喜欢的，你就想办法去止住他，千方百计，哦，不管什么方法，哦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，什么都干的，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哦。爱缘取，取缘里有，由于取追求啊、哦、的关系，你就造了业了，一定造了业啊、哦！一般人我们说的，为了自己的快乐，不惜啊、哦、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。为了你自己能够避开问题，啊、哦，把所有的啊、哦、问题都推给别人的，这就是造业，就这样来的。缘由而生，因为有了业，啊，你就要去投胎，你就不得不生。你说我不要去，我不要生，啊，有了。业力的牵缠，业力的驱使，由不得你。这样啊，这业力牵你到天堂，啊，牵你到地狱，啊，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啊，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。啊，我们说果报来时。啊，飞空飞海中，啊，那么既然要生了，你就
啊，只有听命啊，这个顺从。那么有了生，必然有老，有病，有死。所以一般人啊，今天生日，今天生个孩子，生个孙子，大家来啊聚会啊，喝酒、吃肉啊、唱歌、作乐来庆祝。一个人死了啊，大家来这悲伤啊，啊守灵啊，这样子。众生啊，你不知道生者不是欢喜的事情，生就是老病死的开始。如果不生，就不会老，不会病，不会死。所以我们说，佛陀说啊，世间有三样事情：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，人人不欢迎啊，人就是要避开。啊，如果有生哦，大家说好啊，生哦，高兴哦，欢迎都来不及啊。这个从因缘法来讲啊，生不足喜啊，死也不足悲啊。生是老病死的开始，老病死何尝又不是生的开始？啊，生老病死永远在这边来轮回。啊，我记得过去我们跟他写这个牌位啊，这佛力超度啊，佛光接引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算这个字呢。啊，生那是好的，老那也是正常，人会有生就会老嘛。就怕病啊、死啊，病不好，死更惨。哦，生那在这边啊玩这个文字把戏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苦，不知道大家记得哈、哦？那么现在呢？啊，因为老病死，接着忧悲恼苦，忧悲恼苦。如是存大苦欲集在一起啊，集在一起啊。那么啊，当时我们的佛陀啊，在菩提树下啊，作如是念：何法无故，则老死无；何法灭故，老死灭。啊。又是从这个啊缘起的环灭门来关照，还是啊逆的逆观？为什么啊有什么法是老死变成没有，是老死能够灭？啊，即正思维。就在禅定思维之中啊，在正定的观照之中产生如所的智慧，得无我得无见等，原来发现生无故，老死无，因为生啊没有了，不生就不灭，不生就不死，生如果灭了，那老死就灭了。啊、哦，这样一直往前的，啊、哦，生没有了，啊，老死没有了，啊，往前推，有没有了，生就没有了，怎么样能够有灭呢？这个欲有色有不色有。招感三界生死果报的那个东西啊，怎么能够没有呢？要前面的取，把前面的源头取，
其没有了，有就没有了。那什么样子啊？取会没有了，爱没有了，取就没有了。啊、哦，一直往前推，说灭啦，哈、啊，那就爱就灭。要是这个受灭、触灭、受就灭，啊，那么六日啊灭，我们这六处就灭。要六处六处灭，要名色灭，名色要灭，一定要从事啊灭啊。那么这样子啊。佛来描述世尊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情形，不是坐在那边呆呆坐，只是那边这个禅思啊入定啊，有禅有观，有定有慧啊。如果只是在那边静坐啊，这个得到禅位，啊，成就这个定，那么在他刚刚出家，啊，这个访师问道的时候，已经啊参访了当时印度宗教界修行最高的啊的无所有处定。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我们佛陀啊，还释迦菩萨还没成佛之前，已经都拥有了。现在就要啊，得到由定而发慧，产生了啊无见等，也就是得到真正无漏的现证慧啊，无漏的现证慧啊，所以。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。那么上面讲到为什么会有事啊，入胎就是也就生命的开始，生命的开始是由于过去的行，过去的业，有了过去的行业，身行啊，口行意行，或者就是说罪行、福行、不动行，有了这样的业行，当然你就会去投胎。不管胎生、卵生、书生、化生，都是由过去的行业而招感的。啊、哦，那进一步的还要讲到啊、哦，我复作如是思维，我进一步的去思维。从定中去观，定中观哦。很多人问我，那我们啊，定中如何观？定中不是不能观，因为佛陀确确实实是在定中观的哦，在这个禅思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啊，定力都还没有。我们只是善心的观，啊，我们如果要去观，凭着这样的善心的观，一观呢，越观呢越散乱，啊，观不起来的，啊，观不起来的，啊，啊，那么必须啊，把这个定力加强，啊，这个定慧均等，那时候才能观照诸法这个法性真如。啊，那才能真正证得诸法实相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佛陀啊，他又说，我当时又这样的思维，何法无故行无？何法灭故行灭？为什么会有身口意三行？为什么有这个罪行、福行、不动行？造业、哦、为什么会造业、哦、什么样没有了，解决什么样，灭除什么样，
我们这个才不造业，即正思维如实无间等哦，那说从如理的思维法随法行之中得到这个无漏的智慧啊，如实的无间等啊，原来发现了无边无故行无啊，无明灭故行灭啊，把这个无明啊灭除了啊，这个罪关缚锁啊，生死的根源把它解决了，没有无明就不会有行，无明灭除了，业就灭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啊，受了这么多业啊，一生之中的业已经过多了，过麻烦了，一生两生，生生世世，无始生死以来啊，往昔所造之恶业这么多的恶业，何时了？要消，如何消啊？怎么消？问题大了。如果说我们啊普贤行愿品忏悔业障所讲的，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业啊，如果有形有相的，那么比全世界上最高的山须弥山还要高啊，我们这高山啊深海都没有办法容纳我们这样的罪业，那消如何消啊？难上加难呐、现在啊，这个釜底抽薪，彻底根本解决的方法，就是要解决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如果灭了，你还管这些业消不消、灭不灭？非灭不可。所以啊，我们的基本的常识啊，就是说我们修道啊，是证得阿罗汉果了。有人问啊，法师啊，我们常常说业尽情空，把业统统消了，染情没有了啊，那么才能了脱生死。阿罗汉他说我生已尽，不受后有。请问法师，这阿罗汉他所有的业尽了没有？他是不是把所有业啊一样一样的个别个别的把它消除、把它灭了呢？啊，我们很担心，我们这么多业怎么办？啊，尤其我们每一次念《地藏经》，想要《地藏经》这个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圆无体的众生啊，入场生活之中啊，连做梦都是造业啊，起心动念啊，哪个人没有心念？除非是植物人，植物人应该也有他不同的不同层次的念吧。哦，起心动念的这个都是在造业，都是在造罪。那么如何这消除这个罪，这是业啊，真的很恐怖啊！啊，那么我说阿罗汉
啊，你说他通消除了，啊，那当然也应这个合乎一般所讲的业尽全空，啊，因为快刀斩斩乱麻，拿了智慧的光明，般若佛一起来了，所有的烦恼烦这个烦恼心，所有的业，啊、哦，那当然就消了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常常比喻，啊，为什么生命一生又生了下去？举个比喻，灯，这个油灯。油灯要不断的加油，油灯有着油的心啊，那么有人不断的加油，这灯才不会灭。你如果不再加添油，油没有了，烧油干了，那自然这灯就会灭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因为不断的在这里造业，不断的在这里起烦恼，啊，由烦恼造业，所以啊，感受生死的苦果。那我们如果啊不再造业，我们不再起烦恼，无明灭了，就是业。纵然说、哦、有没有灭，那不是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个问题，没有因缘的啊。这个一个种子能够发芽啊，这个生根成长开花结果。没有阳光，没有泥土，没有适当的水分，这些条件不具足，它不可能啊发芽开花啊结果的。同样道理啊，我们如果没有这烦恼，没有染爱，没有无明，那么这些啊业啊自然就不起作用了啊，不起作用了啊。所以这里是很明白的啊，无明灭了，我们所有行业就灭了啊。那么色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入处灭，六入处灭啊故处灭，处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病死忧悲恼苦都灭了，如是如是存大苦俱灭，这就是圣者的解脱。哦，由生死的流转，然后达到这个涅槃的还灭啊、哦，那时候。好，我们说佛陀也是这么思维啊，我得到古仙人道，我找到了过去一切诸佛啊所走的路啊，我得到了古仙人境，过去诸佛的啊这个境路，古仙人道基啊，走过去的路，这会留下脚印的，啊，会留下脚印的，啊，你看我们这个是啊地板也好，我们这是这个这个啊什么样看来啊看不到，啊是洋灰。啊，是大理石，我们觉得看不到了。哦，再照起来，这里有仪器就看到了。圣人、古仙人各去走的路，啊、哦，都留下这一个记号、脚印。
古先人从此积聚，过去的先人都是从这个脚基，从这个道基走去，我今天也是随着而去，我今天随着而去。现在举个比喻，譬如有一个人啊，在旷野之中走啊，披荒密路啊，啊，这没有人烟，没有路啊，忽然遇到了，找到古人的行处，过去有人走过的路啊。那么这个人在旷野之中徘徊在那边啊，这个找路的人啊，就根据按照这一条路走去，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走啊，原来看到哦，这个地方有个城市，这里有过去先王啊、哦、王宫宫殿哦，周围四方有花园啊、哦、有这个啊这个河啊、哦、这个浴池，有草木啊、哦、太美了哦，像我们说这个世外桃源啊、哦、桃源林，发现了这样世外桃源啊、哦，比作思念。这个人就这么想，我今当往白王令之，我现在呢这个应该是回去告诉我们的国王，处他之道啊，走啊走，就回到看到王宫啊，就跟这个国王报告，大王当知啊，大王你要知道啊，我有旷野，我在旷野之中走啊，我在找路，忽然之间就看到过去的路，过去古人所走的路，我就跟着走走走啊，就看到过去的啊一个另外一个世界，有一个城邑啊，一个都市那个城哦，看到里面的王宫，过去先王的王宫，还有花园啊、哦，这个流水啊，清净啊，美不胜收啊。大王，您可以去住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国王听了啊，就往那个世外桃源。啊，往这个地方涅槃之城啊，究竟快乐安隐的地方，就住在里面啊，安居乐业啊，所有的人民非常丰富，不愁吃不愁穿啊，不会再你争我夺啊，一天到晚战争啊啊，这个祸乱啊，没有人民啊，大家过着一种太平快乐的日子。这个比喻，我们啊，佛陀说：“今我如是，今天我也是一样子。我得到古先人道，我已经得到古先人境，得到古先人期，古先人去处。”一切诸佛所到达的那个境界那个领域，我也跟着去。那么这条路是什么？这条路是什么？为八圣道啊，能够达到涅槃城的、哦、能够达到究竟菩提的，能够达到这个涅槃解脱的这条路，这条路不是新开发的，本来就有的。哦，不是佛做，也不是他，不是其他人做，是我们的佛陀发现的。发现了以后，先说出来，告诉大家。
啊，这一条路，这故仙人道啊，如同上面所讲的正见、正智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啊，这八正圣道的法门啊，这是啊的佛法的基本取向解脱啊，到达菩提的啊，可以说唯一的这一条路啊。所以讲到一切解脱的法门啊，虽然说无量无边法门，法门无量啊，那么在这个论点里面，我们的这个啊论师门啊，把它综合起来，佛陀在经典里面有什么方法啊，随着众生的根基而宣说各种不同的法门，把它归纳，把它分析啊，就是不出37道品。八正道本来就是37道品的一列哦，是五念处、受正勤，乃至于啊这个啊七觉知八正道，对不对？那八正道可以代表一切佛法吗？可以，甚至更简要的啊三学。八正道也就是戒定慧三学，所以说我们学什么，我们修什么，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学的，不坏学戒、学定、学慧，把这个戒定慧完成了，八圣道完成了，我们修行就达到目的地了。好，这一堂讲到这里。